空白的电音人，请移步到空白的制作间。倒计时开始。拜拜 bro， 加油，拜拜，撒又娜拉。哎，走了吗？难道？我觉得 Moss 你很搭这个，我觉得你很搭，我觉得你很适合，真的。这首真的喜欢啊，这个节奏。它其实有一点偏电音的 reggaeton，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节奏感、节奏型。我真觉得有点适合我。他怎么说？就是他玩的那种。腔调怎么就跟我的那个，我可以做出来他的那种。我觉得你该去，也就是我现在 reggaeton 跟 hiphop 选一个呗。做 reggaeton 嘛，因为没人做，你知道吧 ？hiphop 太多人做了。他们都在说，哇，穆斯你快过去吧，他太适合你了。你玩 reggaeton， 你为啥不过去？把我赶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自己在那个台子上面想了好久，我要过去还是不过去？我要去了，去吧。反正你自己看，你做什么选择我都支持你。我觉得刘雨昕她的舞台更炸，跟我们的确是更玩的。哦，他们都要走了，我发现。倒计时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现在更新当前的电量情况。第五名，触电台柱子，4000电量。第四名，海底迪斯科。7000电量。哦，你这儿跑了一点。第三名，腔调玩家，9000电量。第二名，空白。雨欣这波应该是10000多。空白，10000电量。11000电量。第六名，氛围感拉满，1000电量。最后逆袭一下，逆袭拉回来。哎，我真的刚刚犹豫了好久，犹豫了好久。刘雨昕表演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想了，我要过去还是不过去？我要过去的话，那边就很棒；就是如果留在蛋壳这边的话，我就会很放松。我本来就是个嘻哈制作人，自己的舒适圈，不会什么去限制我的能力之类的。对，后面还是坚定的留在了蛋壳这里。